我之前那俩月一直为充电，我一直用的虎牙直播播的虎海，你知道吗？大家好啊，好多都没有，全好多功能全没有。大家好，那个不是怎么看哦？这是能看年度积分吗？妈呀，我这手上一个太……每日任务12万，12万续费。得前八，我现在前几啊？哪天结束呀？我为什么积分少呀、啊？我得多少积分啊？我现在第七，我操！你们能让我第七吗？我真惊了。我这一点没有变，全都是车上。17号结束呀。然后呢，进了第八，然后再接着打呗。这个活动不是晚上是不是被人偷了呀？是不是偷了？被偷了！哎，不是，我当时看见卢卡斯帮我守塔来的，结果他那个刷晚了，对吧？卢卡斯帮我守塔，然后后来刷晚了，没算上，是不是？妈，雪崩！谢谢 Kumi 的星光阵是什么玩意儿啊？星光阵是什么？不知道星光阵是多少钱的呀？谢谢 Kumi 的星光阵。这个活动，我看300哦，谢谢，还挺贵的。这个活动送星光就可以。我们去吃海底捞了。去吃海底捞，我和影哥，操，这你妈这一热就他妈变暗，我真服了。梁小松回酒店了，我不知道梁小松回酒店干嘛去了。梁小松没直播吗？回酒店又没直播呢，他回酒店干嘛去了呀？干嘛呀？我问问他们。不知道。那他可能完事了，找我们，不是，他有可能一会儿可能找我们了，他可能回酒店休息吧。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回酒店。不可能，他不可能找他。他能那么长时间？不能吧，他一估计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刘晓松回酒店干嘛，刚给他送回去，回去了。他没跟你们说吗？他不是应该说，那你们就别说从耳知道的，好吧？就当我没说。接他，我跟贾燕一展眼，然后尹哥媳妇儿，我们四个去吃海底捞，我还接他。136，郭文涛，他确实之前去郭文涛他们家了，不知道干嘛了。郭文涛不是搬家了吗？枪哥回家是什么？枪哥怎么？什么枪哥是什么玩意儿？你先跟谁打的？不知道，就一小组。你们打是都得在一个板块吗？不是，乱打。乱打。乱打。啊，关涛跟裴星不都出差了吗？
那显而易见他们俩干嘛去了，这你们还不知道。郭文涛和蒲熠星同时出山，那不是他俩去旅游了吗？那肯定的，那能还能是去录节目呀？真的，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可不知道，我以为他俩去旅游了呢。怎么弹幕还有说明学的？是明学吗？哦，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旅游去了呢，玩玩去。怎么放屁？我跟真不是我漏的。什么叫我没胡说八道？我真不知道他俩干嘛去了，我真以为去旅游了，因为蒲熠星说他要搁四天直播，哎，我一看关也还挺好的。我可不知道廖总去哪儿，我只知道他没在车上，他没跟我们在一块儿，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不，明天晚上有一个王老吉的广告，我廖怂还有两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你们知道是谁吗？你们都想不到是他们俩。他为什么能接王老吉的广告？我操！我凭什么能接王老吉广告？我可口可乐广告都接了，这两天。你不是玩游戏的吗？囚徒和申屠，你们牛逼吗？你们四个玩一场狼人杀呗，玩第五人格，网易那个。那跟王老吉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就不好奇为什么申屠和囚徒能一起玩游戏吗？你们就没不好奇吗？申屠和囚徒怎么了？当年啊，我们录制 Panda Q 的时候，申屠和囚徒把申屠叫来了，又把申屠送走了。哎，囚徒跟申屠以前挺好的，俩人。我最早那可太好了。我最早时候看他们俩好像还复盘过视频呢。我操，那俩人好的都不行了。去的申屠家复盘。可不是嘛？哎呀，俩人盘，哎呀，我跟你说也没法说。囚徒那时候复盘老请教申屠，哎，你这个怎么看？哦，那个怎么弄？哦。然后囚徒还跟我说，咱们一块把申屠叫到潘达 Q 吧。我说行，没问题。男人就是这么奇怪，男人之间的友谊就这么脆弱。你看当时都弄成这样了，这俩明天我们还能四个人一块推广，你看看世界多奇妙。可千万别明天去囚徒直播间问为什么还跟申屠一块玩，给我个面子好吧。我也是提醒你们一下，不要老去问这些东西，不要说什么囚徒你当时都那么说申屠，你今天为了广告还能跟囚徒一块玩，还能跟申屠一块玩，那这种话这明天没有别的弹幕了，这种话不能乱说啊，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不是我跟你说，求大小心眼啊！我跟你说，真的没事。下周决赛吧，求大真生气。下周怎么发？求大真生气，别招囚徒啊！囚徒可不惯着谁，揍你们全亡！我好厌，你把形象都弄了，揍我！囚徒真揍你们，我告诉你们，揍过你吗？没呢，我不敢得罪囚徒，所以我不敢得罪囚徒，我反正没有，我不敢得罪囚徒。哎，我儿子就是说跟老二说不听话，爸爸揍你啊，他就爱不揍。不揍，走了。你们俩都是哪边？哦，那我跟尹哥去了啊，走。怎么走啊？那边。你也不弄个自拍杆儿，你现在已经破罐破摔了，感觉。我就是想收点礼物，看看有没有送礼物。哎，对你，谢谢 KK 的星光阵，我就收点礼物就关了，收个什么万八千的，真的。
专门从底下往上涨，也省。尹哥，你一个月收多少钱？那我不想说。谢谢二元伞的星光照，照了仨星光照。我今天就开始。今天有一个人给我开了三个手术，我他妈还送一个告白气球呢。啊，对，对对对。哎呀，我这发际线其实还可以啊。他们不说你开了大头特效吗？你这么着直播的时候，大头特效没开，这看不出来开大头特效吗？去你妈冷，去你妈冷！快点走！我觉得在外边拿个手机开个直播巨傻逼。我突然直，就我通过我直播以后，我才发现真的像你这样不注重自己形象的人也不多了。我怎么不注重形象？从下巴往上照，我看了那么多主播都没有全程，人家都他妈从上面往下照，从上面往下照巨逼累，你知道吗？啊，是啊，巨逼累，你手很酸，你就从下边这么着不挺好的吗？是，不靠这个，咱也不靠这个，不靠这个。再说我这么着不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的，还行，嗯。你可能审美有点这样，不是能拍着自己鼻孔特别大吗？我这鼻孔其实是我最好看的部位。走，走。你帮我扫吧。我们在那个三里屯海底捞。完了，你们不会找我来吧？可别啊！你要本来应该扫健康宝。为什么呀？就都应该扫啊。但是你只要我教你技巧，只要你突然问他一句话，他就会忘了他让你扫健康宝这事儿。我先把手机假装收起来，要不然别人觉得太傻逼。看这男的谁拿个手机下去拍，这是巨他妈丢人。找个座坐下再练。不是这层吗？不知道啊。他肯定要去楼上。你家这角度挺记者的，我发现。我暗访海底捞。记者。服务员呢？咱们直接去后厨吧，咱们直接暗访。海底捞现在都你妈门口让服务员接待吗？哎，北京要洋房，我他妈绝逼不来海底捞。哎，咱俩今天是不是有新的？咱俩这边电梯上去应该是二层。谁送什么了？9999个。谁呀？婉儿。婉儿，哎呦，谢谢希望的，那个星光。几层？二层。谢谢啊。牛逼，谢谢啊。走吧。晚上咱俩不是还在这吃过吗？咱俩你还记得这儿吗？现在全北京海底捞只有这家店有豆捞了。你妈服务员呢？哪儿呢？海底捞在哪儿呢？哎，海底捞是在这儿吗？海底捞是在这儿吗？人都没了！我操，海底捞所有人都没了，后厨都没有人。哎，你给人照着吧。看见了？哦，有。哦，最近看那个。穿越的那个视频看到了，你看四个人，四位是吧？啊，来，咱坐大了。那个什么的爱丽丝是不是？就一下人都没了。你说这爱丽丝是不是？来，都看不到四位，四位放两个人吧。不是，我说那个真人拍的视频。一张以前怎么了？十三有。对对对，好好，谢谢。四位到两位，来，请接一下。16号桌哈。保证我给你带。细心的大叔会帮我把。他们有会员吗？有。登录一下。等会儿再来。我要无糖可乐，要两个无糖可乐，三个冰的无糖可乐。不是，我现在想点单，但是我们现在不想。我都看完了《弥留之国的爱丽丝》，但是你们不能看那个片儿，那个片儿不好。
我先点了。刘小松可没跟我走啊，刘小松回酒店了啊，刘小松可回酒店了，又不直播，也不知道干嘛呢。是点猪肚鸡吗？什么猪肚鸡？你点一个辣锅。来，咱们先吃点水果哈。三鲜加辣的，谁吃猪肚鸡呀、啊，大哥？三鲜加辣的，一半辣的，一半三鲜的。对、对。三鲜加猪肚鸡。嗯。我不能吃辣。双下巴怎么了？双下巴怎么了？番茄，只有小孩才吃番茄。经典麻辣锅是吧？是这经典麻辣锅吗？对，经典麻辣锅。三鲜锅。那这样吧 ，YYDS， 你是不是不吃？啊，你吃三鲜锅是吧？嗯。那这经典辣锅给谁吃？我吃。好、我吃辣锅，然后喝三鲜锅汤。什么饮品吗？我们倒一下。我要酸冰汁柠檬水。那个哦，无糖可乐。不要无糖可乐，不要给我上饮品。可以，您这边直接下单就可以。这边酒水里边有无糖可乐啊。啊，您帮我拿一下。我们确认一下锅底，好吧？啊，好的。三鲜锅，特级浓、加浓、标准浓。加浓吧。经典麻辣锅，你要花椒吗？我们那个，我们尹哥去吃海底捞了。经典麻辣火锅，你要不要辣呀？经典麻辣火锅，它有不要辣是吗？不要辣椒，少辣和特辣，就普通正常的就行。正常没有正常，加辣，不要辣椒，少辣和特辣，你就是不要辣椒呗。加辣。加辣，少辣，好不好？恭喜你今天又来了，又来不是？加浓加杏鲍菇，真牛逼！大型社死现场。然后点菜，油水，哪儿呢？无糖可乐，冰镇。我跟我媳妇儿，还有尹哥和他媳妇儿。我要点一下购物车吗？你正常点菜就可以。你快吃完了什么码？不行，我现在点。你给我下那码。啊，等会儿正下播的时候。你往这边坐。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你去那儿去，你别在这儿待着了，你还挺嗨呀、啊。我也要跳舞。是吧？狼人请睁眼。啊。狼人请闭眼。豆花是吗？豆捞，你让他们点的，你每次也不点，你装什么玩意儿呢？我想点个小吃，我想点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这个，啊不，省事儿啊！装你妈呢你！行，来，你们点肉吧。给我点肉。那不用要啤酒。咱们这边三鲜汤喝汤吗？喝汤。花椒菜有几口？我都要。花椒有几口？怎么着？直播间好几千口子，再打一抽电跑。为什么不弄一个杆儿在这块儿呢？这是你自己的电吗？充电宝还是什么？没杆儿，没带。那个杆儿没拿上来。你有杆儿吗？你要杆儿吗？
行，拿一下，拿个杆，我真得拿个杆，这看他那手都快抽抽了，我可不给他举着，太累了。我们不去了，我们这都吃上了。下周再说啊。这是你刚借的充电宝吗？不是，是我家里的。我上次就说你有十个这样充电宝。哎，我觉得这充电宝挺好的，我每次借完就不还，可能。然后我就拿回家充电再用，我觉得这充电宝真挺好的。充电宝你是一盒用过啊？我看你那个，我已经不能再借了。这么一想，我应该把、那个、我借了三个没还了。我应该把那个，但是真的很好用。充电宝那一段给截上去，但真的很好用，巨好用。就是你养活了这充电宝厂家，人这一个成本20，你等于99一个，买十个。两点两。吃海底捞一定要喝那三鲜汤，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我不懂你们要番茄是啥意思，因为火锅一定是要鸳鸯。那首先我们一个火锅里面必吃的就是辣子，因为辣锅里面涮很多东西是必备的。那你有一个辣锅之后，你另外一个锅你得喝汤，你就只能点三鲜锅。不是，咱们是那个三鲜锅，它刚开始还不能涮东西，你得先喝汤才能。你要喝汤的话，要涮肉什么的，就那汤没法喝了，所以你只能先喝。然后到后来，我跟贾吃饭，我们俩就是东西只放辣里面，三鲜汤那个锅里面就一直喝汤，就永远不涮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这样吃东西的，而且吃火锅不能吃内脏，你知道吗？鸭肠毛骨，鸭肠，哎，点一个鸭肠给我。啊、嗯，鸭肠我这些我都可以忍受，但如果这个锅里面有人涮猪脑，我就直接不吃了，我直接走。猪脑确实，我是这样，就直接就不吃。你好，你们有人吃猪脑吗？那个东西它不用放在锅里，它一上来就有点已经吃不下了。它肯定是好吃，因为很多人都点了，但是就有些东西我就接受不了。谢谢清零级的星光镇，谢谢啊，谢谢清零级的星光镇。我刚说没人送礼物就下播了，谢谢。嗯嗯嗯、感谢清零级啊，清零级多少级牌子？我看看，啊，我看看，清零级。嗯哎29了，我天哪，好快啊！服务员，虾滑也可以，虾滑，来一份虾滑。锅底啊！哎，啊，我点锅底了，那我点完锅底，我怎么？先发给你，这么放，往这个摆，清汤冲火，对对对，清汤给你，这样吗？啊，对，行吧。你手都快系扣了，你知道吗？这再给吗？可以，没问题。啊，来。虾滑，爸，什么玩意儿？谁呀、啊？送什么了？谢谢青爸什么呢？怎么了？哎，我没开店，再加上我点的那个虾饼，哇！谢谢栩栩如生的星光镇虾什么来着？谢谢栩栩如生的星光镇，我天哪！那行，你要火锅牛排吗？要一份，然后再要一个羊肉就够了吧？好，够了。我要豆捞，你们吃豆捞吗？你们那个城市有豆捞吗？北京好多家店啊都没有豆捞，都没有豆捞，然后就这家店有豆捞。先要这些，都在家，赶紧的。上次我们去那家海底捞就没有豆捞，就不高兴。要先上。这家店有豆捞。你吃牛肉？豆捞是。吃啊，我吃啊。豆捞是豆腐，是豆制品。我要了一个牛火锅。然后那个服务员他会给你，拿一个单独的那个豆豉那个酱料蘸着吃，特别好吃。等一会儿上去给你们看看豆捞是什么的。嗯。啊，对，豆花也可以这么叫，豆花。谢谢平安顺心的星光镇，谢谢。还没给你点水。我这有。先给我充会儿电。
能支起来，那支着吧。但是它上面挂充电宝，我充一会儿再换。可以挂，我上次就挂着充电宝，挂了一路，没问题，撑得住，撑得住，撑得住。那他们就不能从下面看我？不是，从下面看你，不显脸胖吗？他就专门从下边往上照，他们说我鼻孔长最好看，不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还是就想照脖子，他也不是照他那个下巴，对对，他想照他脖子，还有目的，但是只能照着下巴，照脖子只能照着下巴。我去拿，我待会儿去。他这个是歪的，是吧？你往那边来，干嘛歪的？这牛逼牛逼啊，张张宇！行，我没开美颜，那个胡子什么的没开美颜。哎，为什么你这个手机离你这么近，但是照的看着还能把你整个脸给照出来？我用我脸小啊。不是，你要是用我这个手机播的话，就。你这个角度只能照着你鼻子以上那个海底捞的服务员会不会看见我是主播送我两瓶酸奶、啊、我以前为什么来这店，这店的服务员知道认识我，然后每次来都送我两瓶酸奶。每次都送你两瓶酸奶吗？海底捞反正之前送我两瓶酸奶，不知道今天送不送酸奶了。人家应该有送酸奶吧。不知道，谢谢困在密室的双向女巫的情况证。真当没听见，就是愣不理我，直接传就真当没听见。咱怎么叫到金牌会员啊？感谢你对海底捞支持，我把这个豆花送给会员。有送酸奶吗？你是要酸奶还是要送菜品？菜品多少钱啊？30块以内。都哪个划算？你送我哪个好不好？你看你需要哪个？我觉得是酸奶吧。酸奶如果只能送的话，只能送两瓶。那我要送豆捞。行，送豆捞可以，送豆捞30块钱豆捞可以。这因为你是金卡会员，所以他就送你菜品。您看他是送哪个？那有豆捞的，豆花16块钱，奶酪1.63，那送奶酪。啊，那咱们这样送个豆捞加上两个酸奶不就得了吗？要。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吗？酸奶只能送两个。哇，海底捞果然是服务到位，还是可以吗？可以。天哪，这么好吗？你们这儿我第一次来，我这么好，那我以后还来？以后还来？以后还来？你记住我叫啥了吗？你就没说过你叫什么呀？你这样吧，你直接报你的直播间号就。你们有人吃海带丝吗？你说吧，海带丝。紫皮味的还是白桃味的呀？白桃的。可以啊，哇，太好了，真的。那个一会儿再帮我分点汤去。好，稍等，等锅开了我帮你盛。好。嗯，他怎么知道咱们俩就吃辣？嗯，就是馋了。你老公应该吃点这个。挺好，人家对我吃海带，我得吃海带。吃海带吧，长脖子。我们家楼底下有3棵那个山楂树。那等会儿。我这，我靠。那成啥了？你这可以了啊，哎好。种了3棵山楂树，加上酱料牛逼吧，里面有香菜、蚝油、红辣椒。我叫静静，你们好，你是吧？行行行行行，好好好。你叫静哦，静静。我长静静。别瞎说。因为我自己不会调，调不好吃。我之前吃都是芝麻酱，上面撒牛粒。嗯，然后把牛肉吃完之后再去盛点牛肉，再吃完了，然后再吃那我以前的料就是那么甜，但是不好吃。你们还有人送礼物？没有人送礼物就关了，我丢了。我操！我也不是一个特别需要礼物的人，但是要有，但是我会因为你们送礼物，都没有机会，我不好意思。嗯，下播我就还得播了。你是有钱哈，不好意思啊。嗯，哎，我这汤我彻底，我还特地选了加浓的。你们加浓吗？平常？不知道加浓。妈逼，这要不是开直播，你根本就不喝这汤。你平时哪喝过这汤啊？大哥，你真的是。张颖。
豆捞什么的还没上。你帮我看我是不是下单了？下了下了。汤特别好喝，谢谢，谢谢谢谢那个洋洋的，洋洋的星光镇，谢谢啊，感谢洋洋。假二播不了，假二没化妆，播不了。谢谢九幺喵的小白灯牌。我给你们看一眼豆捞，我就下播了。你哥，你把那个豆捞，就那豆腐，这是豆腐，就是豆捞。豆花。嗯，我让看一看。这是什么？豆花。人家说这是豆花。豆花都差不多嘛，就这种，就大块的豆腐，然后一般放到那种辣锅里面涮就行。你们应该那儿没有，北京都没有几家店，行吗？对，来吃啊！行了，那我就溜了啊，大家拜拜啊，明天见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去看看那些别的大师赛那个主播去啊，他们，哎呀，我看见他们直播间人太少了，太可怜了。你说我这一波都来看我了，到时候让人记恨，好吧？你们去看看他们，但是也不用刷钱啊，也不用给他们刷钱。还差几份小吃啊，小点线做点，要慢一点，稍等一下啊。